这32天的时间看到的欢喜的是来自于国外归来的菩萨，28个国家归来呀、受证啊，有人呐、是克服了一切困难，也有人呢累积了10年的时间才达成心愿的。有一位啊，他是菲律宾的人，到了马来西亚工作，每天呢、每日呢1块钱，马来西亚的1块是1:10啦，所以他就可以呢，5毛钱是行善，5毛钱呢就是要累积，有朝一日有机票呢可以回到台湾来。这样的坚持啊，就是10年。我们也看到了那一群黑珍珠，他们呢要回来一趟也是不简单，他们在语言等等啊、经济等都是呢障碍重重，可是有心就不难啦、一粒粒的珍珠啊都发光发亮，同时呢他们受证啦、而且呢分享的时候也有一位牧师也来受证啊。他开始是借给我们教堂，因为我们这慈济人啊要培训，没地方向他借教堂。他也听啊，听到最后呢他还要分享，他就终于呢是决定培训啊，见习培训啊，照规矩来，终于回来说真的啦。他们的分享啊都很令人感动的，而且呢我看到已经穿上旗袍了，还有一条丝巾啊，背后背的呢是一个竹筒，好重哦，满满的竹筒啊，都是有这么大这么长哦，金刚哦都是裂开了，他还是把它背回来呀。每一天的这样1毛钱2毛钱，总是呢这样天天的培养爱心，首先不一定是向上的，他可以呢向下，他了解呢滴水入河大海永不堪枯掉的，所以他们呢那一份的心情很令人感动啊。他们有心，心灵的财富啊，那这样的比了，这样的唱了。后来我问他们说啊，这是在唱什么啊，这是在比什么哦，原来呢就是把上人的华绕的全球跑，哇真的是、有心啊。他们一个电脑呢就可以跑天下，天天呢熏花香，在大爱台翻译过的有英文的，他是天天天天都在吸收法，
这种哎呀翻译过的，他们那样的用心认真啊，我们在这么的接近啊，尤其是都听懂的，能不精进吗？才看到他们呢，实在是很欢喜哦。他们要回来一趟呢，谈何容易？可是他们虽然回来的人不多，可是在他们所住的地方呢，利益啦，帮助的人可不少哦。当然这几天30多天啦、啊，先到台北跟八仙的城堡的孩子们见面啦、啊，有伤患的，那父母陪着孩子呢，30多个家庭啊，孩子呢来看我，父母亲对慈济人的感恩，对医护人的感恩，对社会关怀的感恩呐、啊，其实。他们虽然出院了，身上呢还要穿着压力衣哦，真的是很辛苦。也有呢已经走掉了，父母也来哦，诉说了心灵的苦啊。孩子走了，永远走掉了啦，不舍的心会安抚着他们，长痛不如短痛啊，即使拉不回啊，严禁啊也要为他祝福。这样一路走过来，来到屏东啊，也听到了屏东前后县长感恩慈济，因为慈济在屏东为他们盖起了减灾的希望工程。我这一次去，已经呢99%完成了，现在架都落来啊。而且呢，现在只是剩下室内的装修，绝对呢能让他呢寒假过后啦，孩子呢通通都可以搬进去读书。我们呢总是看到了可以安心啦，校长们呢很开心，老师很感恩，家长孩子呢都是很安心的。真的是慈济是为普天下，能付出的我们只要有力量有能力，要不然我们还要再呼吁。这都是呢希望人人呢要心中有爱，人人点点滴滴啦，如菲律宾籍的妇女在马来西亚工作的，她只要一天一块，一天一块，那就是我们的台币是一天十块，一天十块，她也可以行善，也可以呢完成她来受证的圆梦。这累积虽然是10年呐、啊，他也可以圆他的行菩萨道的梦。这10年来，他都跟慈济人一样的投入救人工作。总而言之呢，点滴累积啦，就可以为社会、为大地、台湾人呢要
做个典范啊，让全球人呢能看得见。这是我一路走过来，当然啦、一路走过来，有到新店医院，有到台中医院，有到大林医院，这都是说来话长，而且呢非常感动的。总是呢慈济人的用爱付出啦，要无辜负大家人呢的愿望，真的我们要很感动，也是很感恩。